不是装病，是真病，真假该怎么分辨？妈妈，我咳嗽了，要吃药。我说你不要再装了，就半夜发高烧，原来他不是骗。如果你的孩子有这几个迹象，你还是先信为真。第一个是精神不好，第二个是疼痛难耐，睡着还会痛，这些有问题。第三个就是呕吐，第四个就是气喘不休。如果有这四个其中一个，大概他的症状应该是这样。那这个要演也太难了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